假如能心想事成却有代价，你最希望自己身上能发生什么呢？哎呦，怎么这次的暑假作业这么多啊？我哪还有时间玩啊？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今天学宝贝我化身拉丁神咒，不需要998，更不需要99.8，只需要9.98就能帮助你们心想事成。我去，这是真的假的？怎么这话从表姐嘴里出来那么不靠谱呢？不过只要9.9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试试去。Hello， 小表弟，你是来购买心想事成服务的吧？只要9.9，保证让你心想事成。我想要这个暑假都没有作业。OK， 已经完成了。这个暑假你已经一点作业都不用写了。真的？嘿嘿，一个不用写作业的暑假也太爽啦！玩去喽。小表妹，我也来许个愿，我想要这个世界上最多的美食，多到吃不完的那种。Money 后搞定。哇塞，真的有好多美食啊！不过为什么我会突然这么讨厌这些美食呢？甚至有种见到奥利给的感觉。不行了，我要吐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我的要求不多，就是希望自己运气爆棚，成为首富的儿子也没必要，浅浅的让我中个100万彩票那种运气就够了。Money 后许愿完成，出门美美的去买张彩票。嘿嘿，我一定要好好想想怎么用这彩票中的100万才行。我来。我去，怎么一出门就踩到狗屎啊？怎么这一路都在踩啊？有时候狗屎运也是一种运气爆棚的表现啊。 No God please no 我要成为迷你世界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存在。我这血量也没变成百万血呀，难道我是百万攻击力？找个野怪刷刷看看。我去，原来天下无敌是真的，一个敌人都没有啊。我想要千里眼，这样我就能看到任何我想看到的事了。许愿完成。我去，我真能随意移动视野，不过怎么看的东西这么模糊呢？啥都看不清，我这千里眼跟没有啥区别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超级英雄，我要拥有像 X 教授一样的超级大脑，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有理想，现在你已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。哈哈哈，我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要解出困扰我多年的数学题。冲啊！我刚刚说要干啥来着？没错，解出困扰我多年的数学题。刚刚要干啥来着？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做不了无限的事，只有在无限的时间里才有无限的事去做，所以我要长生不老。有哲学，成交。嘿嘿，长生不老的感觉真不错，不过为啥我一直躺在床上？我去，该不会我这长生不老要一辈子都躺在床上吧？可算赚了不少money。小伙伴们，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出门在外心想不一定事成，相信你们都猜到前面几位玩家许愿的代价了吧。那你们能猜出小表弟会付出什么代价吗？玩了一个暑假可真爽，回学校也没有负担。小表弟，为什么你暑假作业一个字也不写，还把作业全寄给了老师？原来我许的愿都是假的啊，可恶的表姐，你还我钱。